大家好，我是 Liu Kevin Liu， 来自吉隆坡，今年43岁。由于经常迟睡加上不吃早餐，我长期面对的便秘、安肠以及严重的胃胀风问题。在朋友的鼓励下，我服用了寡糖、乳糖以及大豆配方后，我的安肠以及胃胀风好了很多，脸部也不会那么暗淡，排便也恢复了正常。现在的我更加有信心和活力。